等待女神的，因为在今天我们给大家的这个直播当中呢，为大家请到了我们雪花秀非常厉害的品牌大使，我们雪花秀的品牌大使是谁呢？大家在公屏上打给我好不好？把他的名字打出来啊！大家期待一下啊，我们等待一下大家的名字啊，看到了很多人都打出来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的是雪花秀的品牌大使泽奈许佳琪，有请 Kiki。哇哦 ，Kiki 像小仙女一样的降临到我们直播间，来，请坐。老师好。Hello， 先给我们正在直播间的大家打个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雪花秀品牌大使泽奈的 Kiki 许佳琪。很开心今天来到这。其实我们上次已经在直播间里面见过一次了，对吧？好像有印象。对，那我觉得很多粉丝都会关心说，哎，什么时候能再见一次 Kiki？ 这一次再一次来到我们直播间，是不是带了很多的福利？对的，说的没有错。这一次呢，我要带给大家就是雪花秀人生四件套啊，很多的福利哈，待会儿会一件一件给大家分享出来。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 Kiki 最近好像活动蛮多的哈，那好像也参加了不少的综艺，能不能跟大家聊聊最近的近况？最近就是有我们泽奈的团综《日常派对》啊，然后我个人我今天中午刚刚追完。你刚刚对台本的时候你也说了，我们也非常派对男团们的相处。然后个人的话也会就是有带小朋友啊，对，我听说好像有了一些带娃的综艺，对，带娃会不会觉得跟小朋友们相处还蛮有意思的？对，就是跟他们像朋友一样相处嘛，有的时候他们也会教会我很多的那种人生哲理。那我知道 Kiki 作为我们雪花秀的这个品牌大使，也一定有很多的护肤秘籍会跟大家来分享，对不对？好，那不要错过。对，今天我觉得除了能看到我们这个鲜奶小狐狸的神颜之外，也可以让 Kiki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他自己的这一些护肤秘籍都有什么。那接下来我觉得既然 Kiki 来到直播间了，我觉得先给大家送一波福利好不好？好，开始吧。说好了，我们就给大家送福利了。那请大家在屏幕上打上泽奈许佳琪这个来打上我们的这个泽奈许佳琪，对，泽奈许佳琪，哎，也是我们这个雪花秀品牌大使的名字。然后我们来把礼物呈上来。哦，哇哦，哇哦，真的非常的贵重的感觉。贵重的感觉。对，来，人生请 Kiki 帮我们打开。这是我最爱的。锵锵锵锵！哎，这个礼盒是人生的四件套的礼盒。待会儿我们会在公屏当中呢，我们会截取五位。第一位，哎，我们抽到的宝宝们会把这人生四件套送给你，把人生四件套送给你。那同时还有四位，我们会送上我们的时光瓶，也是我们今天主打的时光瓶的一个8毫升的精华。所以大家赶紧在我们的公屏上打起来哈，泽奈许佳琪，泽奈许佳琪，大家打出来好不好？来，也让大家来再次卡住了吗？感受一下我们，哎，好像是真的，我们的直播屏幕好像有一点点卡住了，但没关系，大家屏幕继续刷起来。这个我先帮您收一下。好，今天的大奖我跟你说不止这一个，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离开我们的直播间，因为我们的直播间的礼物随时会跟大家放送出来。来，我把手机拿过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直播的进度是什么样子。哇，我看到大家刷起来了，刷起来了。哦，都在刷，这里不卡。对，那里稍微有一点点卡，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场就是热爱许佳琪的粉丝太多了，就是、来，数据没过，那请您来喊5 4 3 2 1。好，5 4 3 2 1。好，看看幸运的五位 Kiki 的粉丝是这样，第一个一定是 Kiki 的非常热爱的粉丝了，因为小 K 是太阳，这一位就得到了我们的最大的这个礼盒，我们的人生四件套。然后那第二位甜甜小可爱，第三位哼哈小尼，第四位是奶味锦鲤叶，第五位是喜贵人。哎，这几位都可以得到我们与我们的这个时光瓶的8毫升的中样体验装，也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去感受一下我们雪花秀这一次升级过的时光瓶究竟怎么样。那记得大家的公屏上，如果你中奖了，扣一下一好吗？扣一下一，给大家看一眼。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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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第一波福利。这个第一波福利，大家千万不要走开，这才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的第一波福利，还会有很多波的福利给大家准备出来的。所以呢，这是一个人生四件套，待会儿人生四件套，我们今天准备了，直播间准备了不止一份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锁定直播间。那
我知道这个许佳琪在这个 Kiki 在我们这个去很多的综艺节目里边哈，玩的还是蛮拼命的哈。嗯，那不要太拼哦。因为我最近一直在关注我们的团综哈，好像每一次都是卯足了劲儿。嗯，昨天那一期看了吗？看了看了。哎，我不仅那个体力上线了，然后呢，我的那个脑力也上线了。脑力也上线了。嗯，那今天既然作为品牌大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肯定准备了一些难关，让 Kiki 来帮我们过一下。我既然这样子就是内外双修的一个人，今天就要展示我的实力了。嗯，关关难过，我们关关过，而且今天闯关一定会帮我们粉丝谋一些福利的。我们今天准备了两大关卡，每一大关卡迈过之后都会有福利送给我们的粉丝。哇，那我要为了你们，我会加油的。所以一定要拼命的完成我们的任务。那接下来啊，我们今天既然叫做药企时光，要请出我们一个非常精致的钥匙。好有仪式感哦，这是什么？这个精致的钥匙好精致啊！哇哦，这是来开启我们青春密码的一个钥匙。那接下来我要带领 Kiki 走进我们今天两大关卡当中的第一大关卡。是有多大的门需要这么大的钥匙？来，请 Kiki 走到门的这一侧来。是不是看着这个瓶型很眼熟？哎，这是我们的时光瓶啊！没错，这个是我们的时光瓶，但同时这也是考验 Kiki 的第一大难关。这有一个钥匙孔，来，哦哇哦，请 Kiki 来帮我转动它。我来转吗？对，好。哎呀，哎，真的打开了，看看时光瓶里面藏了些什么。这是什么？这是厚厚的一沓，厚厚的，哦，问卷呐。这都是我们今天的任务哦。好的，这难不倒我。真的哦。大概有也就是100来道题吧。100来道题，好，那题目先交给我，请您先回到位子上，我们待会儿逐一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说的还是蛮有自信的哈，难不倒。这厚厚的一沓题目，我觉得还是可以难为难为 Kiki。毕竟台本不是白对的。毕竟我们想送礼物给粉丝，我觉得也不是那么轻易要送给大家的。所以接下来哈，如果说大家觉得 Kiki 答题的时候好像有一点困难的时候，也记得在屏幕上帮个忙。好的。因为也是为大家谋福利嘛，就是只有 Kiki 答对了之后，这个我手上大概有10道题，只有这10道题全部通关啊，我们今天的第二波的这个福利才能送给大家。好吧，好，那我们先来问第一道题了。洗脸的水温多少度合适？85度。85度。大家要不要在第一题的时候先帮 Kiki 支一下招？85度是不是有点烫啊？因为不是那个越烫越紧致嘛，就现在有很多那种技术，就是越烫越紧致，就是热玛吉这种技术。下次我们这个见 Kiki 的时候，大家都准备一下85度的水看着。我们再考虑一下，再考虑一下。啊 ，A 是5度 ，B 是25度 ，C 是65度 ，D 是85度。因为人体大概是36、37度，那就25度吧。看到粉丝说烫熟了，宝贝。25度，对，25度其实是我们的正确答案。因为很多人说呢，就是可能皮肤毛孔会热胀冷缩，觉得说热一点的水会把我们的皮肤呢这个清洁力会强一点。笔记记下来了。那冷一点的水会让我们毛孔收紧起来，但其实你想想看，我们在换季的时候啊，走进很热的地方或者走进很冷的地方的时候，皮肤一定会泛红。是有一点。它其实反而是有一点刺激感的。而且我们毛孔你说又不是铁皮，热胀冷缩我们都说金属嘛。那毛孔其实并不能做到热胀冷缩的效果，反而是。像 Kiki 说的，25度恒温的感觉，哎，跟我们皮肤比较舒适的一个温度，才能给我们的皮肤带来一个比较温和的这样呵护的效果。那这样以后我洗脸的时候，就是开水的时候拿一个那个体温计，温度计看一下，25度，好，行。这真的是只有 Kiki 能想得出来的试水温的方式。好，那我们来进入第二题了。以下哪个不是美容的方式啊？其实也不是美容方式，是我们美容的目的吧。分别有抗老化、抗糖化、抗氧化和抗盐化。哎，这太简单了，抗盐化。抗盐化，你觉得抗盐化是什么？抗盐化就是太甜啦。可盐可甜，像 Kiki 一样甜。我们就是少一点盐，多一点甜。其实呢，其实前三个啊，抗老化、抗糖化、抗氧化，其实都是我们平常护肤当中，像我们的雪域系列啊，包括我们的人参霜，都是能够帮助大家去抵御时光对于我们肌肤的这项的侵袭。那抗盐化其实就是大家日常的时候少摄入一点盐。就是少吃点盐，还是对健康有好处的。所以这一题我觉得算送分题吧。对对对，因为前面三个都是在我们的人参精华里面我介绍过，都已经非常熟悉了。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道题了。下一道题有点难了，这个是个生物题。
这个毛孔吧，就是皮。以下哪一个不是皮肤结构？分别是 A 真皮层、B 表皮层、C 毛孔、D 皮下组织。因为其他三个都带皮字，所以毛孔吧。这也是个蛮。这个也是个蛮厉害的选择，就是看见皮的都是一个组合，然后没有皮的就是另外一个组合。对，他们算是一个组合。哦，啊，这个答案我只能说佩服佩服 Kiki， 这个脑洞开的真的是大，但也没错哈。其实真皮层、表皮层跟皮下组织都是我们皮肤。说起来呢，皮肤其实是我们人体一个非常大的器官，就它在我们所有人体的器官当中，因为皮肤是从头到脚都覆盖的，所以它是一个最大的器官。而毛孔其实另外一个器官，它主管着分泌我们的呼吸啊，还有汗腺啊，都在我们的毛孔这个器官当中，所以它们其实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器官。但 Kiki 刚才这个非常中二的方式，我觉得也是算蒙对了吗？因为我女团出身的嘛，团体荣誉感很重要的。哦，对。来，接下来下一道题了。油性皮肤的表现症状是哪个？分别有水油平衡、水多于油、油多于水、油水没油。油多于水吧。油多于水。我感觉油水没油就像 Kiki 一样，就是非常的柔弱，像是水做的一样。没错，其实我们说水油平衡就是中性皮肤，是一个皮肤状态非常好，我们说非常羡慕的一个状态，就是水油平衡的一个状态。那么水多于油，其实就是我们这个皮肤也是湿润感非常好，让大家使用过我们雪花秀的所有产品之后，就会呈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就是我们的水分多过于油分会比较多一点。那油多于水其实就是油性肌肤经常会产生的一个状况，大家在平常可能半天之后就会觉得说脸上是不是泛了一些油光啊，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出油的现象，那这个就是油性皮肤的一个表现状况了。恭喜 Kiki 又答对了一题，大家记得在公屏上帮 Kiki 加油好吧。然后另外看到一些可能思路走得有点偏的答案的时候，帮 Kiki 来纠正一下，随缘答题。好，这道题我觉得也是道难题。这个很简单，这道很简单，28天。哦，已经会抢答了，我觉得太厉害了。因为代谢周期经常能看到28天，而且其实我用那个时光瓶的话，我大概7天就能出效果了。这道题有一点点就是不界定，但28天我跟你讲，28天是一个正确答案。正确周期。对，其实我们正常的皮肤代谢周期大概就是28天，所以，但我觉得像 Kiki 这样7天就见效的真的是好底子。那很多人说这个用了护肤品，可能说一天用完之后就说，哎，怎么没什么改善？说一天有改善，这个就是神了。就大家要经过一个28天的周期护理之后呢，才能让我们的这些产品呢，在我们的脸上产生真正的效果。所以大家，好东西是值得期待的，好皮肤也是值得期待一下的，所以大家要多多等待一下。好，我们已经第几题了？已经第5题了哈。已经过半了，赛程过半了。哎呀，这已经不是我的最好的那个状态了。那加油，第6题来了。人体面部哪个部位的皮肤最薄？哈哈，眼部。又是会抢答了。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A 是嘴唇，B 是眼部，C 是额头，D 是脸颊。因为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而且眼部的话，这个经常有很多护肤品说是眼霜啊，那个脸上都是分开的，所以说眼部是最脆弱的。所以你会看到，其实平常我们说产生皱纹、产生细纹的时候，也是眼周。对，最先出现了皱纹和细纹。那这个时候要跟大家说，就是我们眼部的皮肤大概是我们面部皮肤的1/4薄。哇，所以你稍微揉搓一下，或者稍微做做动作，就很容易产生细纹。哇，那是不是说我多揉揉上眼皮，就是会双眼皮更明显？有这个说法吗？这个说法我要去帮你考证一下。大家也可以在屏幕上来验证一下这个问题是不是对的。现在赶紧大家揉一揉我们的上眼睑。那我来考一下 Kiki 这个我们加分题哈。好，你觉得第二薄是哪里？第二薄不在这4个选项里边，猜一猜。脸颊或者是嘴唇。我来跟 Kiki 分享一下，其实是我们的头皮。头皮是第二薄。对，就是经常我们会看到大家做抗老的时候，很容易忽略到头皮，就是因为头皮怎么抗？我们平常就是一松的时候，其实头皮就很容易松弛，但我们平常不护理它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也要多多注意。这条加分题送给 Kiki 平常护理一下。那我也有一个要分享的，说到头皮，就是经常你的那个发际线，我们会觉得好像忽高忽低，然后我会觉得有忽高忽低的现象发生。然后我就会想为什么呢？忽高忽低怎么
的跟大家解释？就是有的时候你这个照片这个发际线，因为我经常会用手比划我的脸长，然后呢这么精准，嗯，就是，对，如果是我的那个脸本来是正常情况下低的话是这样子，嗯，但如果是高的话我就这么长就还得高出来一点点，嗯，哦，对，是真的，就是我比过的，就非常在意，对，这些小细节 Kiki 都非常的在意，所以我就是经常的时候化妆的时候发现今天的脸比较长，我就会这样子拉头皮把它往下拽，然后再加上心理暗示说这样对对，说变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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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正在收看直播的宝宝们大家来试一试这个是不是可以实现的哈？拽一拽，拽一拽，对，自动就收缩了一点，你们自己会感觉到这个头皮后面的头皮把它牵到前面来了。这也是一个 Kiki 独家的护肤小妙招，嗯，大家也可以平常学习一下哈。对，好，那我们进入下一道题哈。哪一个不是雪花秀产品里有的成分 ？A. 人参根 ，B. 人参花 ，C. 深蒸水 ，D. 人参粉。嗯。这次我觉得有点难猜了，因为每一个都有参，他们是一个团体啊，参蒸水，因为这些都有人参两个，这个组合不太对啊，不对啊，失效了吗？哦，这再看看，再看看，嗯，粉吧，人参粉对吧？嗯嗯，没错，其实前三个人参根、人参花还有参蒸水都是我们雪花秀一直放在我们所有的人参产品里面的，因为我们一直用的都是整根的人参萃取出来的，所以它用到的是这个根啊花呀，包括它里面的水分，那更全面的使用到了人参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精粹。而人参粉我不知道大家平常有没有吃过哈，人参粉通常是有可能哈会用一些人参的边角料啊，对的，有道理，要磨，对，要磨碎的，所以你没有办法保证它是100%的发挥了人参的效果，所以这一题的选择，哎，人参粉，我们雪花秀是不采用的哦，大家也记得，采用的可是原材料哦，哎，整颗的人参，好，接下来，以下哪个不是雪花秀系列的名称？滋银参系列、蜜食真金系列、律动系列、滋金美白系列。我觉得有一个你应该看着就是不太熟，应该就是它了。律动系列是这个吗？律动系列，让我们感觉在律动起来。对，没错，律动系列并不是我们雪花秀的系列哈。我觉得这题算是送分题。嗯，好。哪个不是时光瓶使用后可达到的效果？嗯，哎，紧致加3.19%，哇，这么专业的吗？弹力加3.19%，皱纹减。充盈，那我想想应该，哎，哪个不是？对，这不是都又可以紧致，又可以弹力，又可以充盈，又可以减去皱纹吗？嗯，哪个不是呢？大家在公屏上透露一下你们的选择哈，啊，你们来选择一下，看看应该选哪个哈。救救我吧！我稍微给你提示一点点。A 跟 B 的选项，那你看数字一样嘛，就是一个迷惑性的，哎，那迷惑性里边，你觉得？是不是有一个觉得更重要一点？哎，我觉得紧致更重要吧。你试试看，你试试，我觉得弹力更重要吧。这个透露已经透露到这种份上了，大家多多帮助哈。我看一下粉丝们答的都是也是走的满天的。哦，他说三长一短选短的，三长一短，三长一短选短，厉害。那如果这两个数字一样，这两个数字一样怎么选？这怎么选？好，大家说也不知道，那我告诉你，选 A。A，哎，其实我们的时光瓶是在真的做过了测试之后，能够帮助我们21名36到49岁的女性呢，我们平均测出来啊，真的是有事实数据的，告诉大家说我们的弹力增加了3.19%，皱纹呢减少了17.99%，以及充盈度加了23.98%，这些都是由我们雪花秀数据来支持的。那只有 A 紧致度的提升，并不在我们时光瓶的这一次的测试的环节里边。嗯，这天我们算它对了吧？嗯，大家说算对了吗？对了。算对了，就在我们的公屏上打下，也千万记得在我们的直播间帮助我们点赞，并且转发给大家还没有走进直播间的哈。好，这是今天的最后一道题了，我觉得这道题是作为雪花秀品牌大使 Kiki 必须要会的一道题。哈哈哈，我连读都会读呢。嗯，时光瓶蕴含传奇复活精粹 Genomics 能达到多少倍的高浓度活效呢？嗯，那当然是6000倍啦。
柳前辈、嗯、非常正确答案哈。是因为雪花秀经过了50年的研究，我们从30多种的人参美肤皂苷当中层层的萃取出来，那现在达到这个 Ginsenomics 呢，真的是能够达到6000倍的功效，可以说是非常高的活性，而且浓缩度也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美肤成分，所以在时光瓶里边就靠这一个6000倍能够帮大家锁住时光，破译青春密码、嗯、那同时我们 Ginsenomics 也获得专利哦，嗯，所以你在其他的品牌是得不到我们这个专利的。那这10道题我们算是顺利过关吧？对，肯定的，因为我要给大家发福利啊、嗯。那今天这个我算也我也帮了点小忙，嗯，加油，谢谢谢谢。我们粉丝朋友们也帮了点小忙，所以这一题我们在第一关已经顺利冲过了。那接下来我们就顺利来给大家发福利了，请大家在我们的公屏上打出“药企时光宠爱”，这也是在我们顶端哎看到这4个。来，屏幕上你看、啊，在我们顶端上出现的，并不在现场，在我们的直播屏的顶端，“药企时光宠爱”6个字、嗯，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屏幕上打出。我们这一轮会送给大家，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抗糖眼霜、雪域眼霜的一个正装。那同时，后4位粉丝会送上我们的雪花秀润质焕活肌底精华面膜的一片装啊，我们的面膜的一片装啊。第一位非常幸运会得到我们的这个抗糖眼霜，也就是雪域眼霜。今天雪域眼霜也在我们直播间的链接里边，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直接去下单。看一下大家打起来了吗？打起来了、哎、大家打起来了、嗯、对，真实的打起来了、嗯、字打起来了哈，大家千万不要打错哈，药企时光宠爱。接下来来送上我们的手机，请 Kiki 来喊时间吧，5 4 3 2 1、嗯、5 4 3 2 1。好，第一位是必须中，你真的中了，必须中，你真的中了，你得到了我们的雪域眼霜，你必须中。好，那第二位呢是施贝贝2001200，第三位是 Rukali， 第四位是心愿6611，第五位是熊女饼。后4位的宝宝们，你们送到的是面膜的一片装。那第一位宝宝必须中，你得到是我们的雪域眼霜的正装。那记得中奖啊，在屏幕上帮我们扣个一、嗯、好，那同时呢也联系一下我们的后台的服务人员，我们会把礼物送给你的。嗯，看来取一个那个好的名字是多么重要，就必须中就一定要中。恭喜你，嗯，第一关我们闯过了，接下来我们再把我们的神秘钥匙请上来。哦哦，又来了，又有一扇门要打开了。对，又有一扇门要打开了。哦吼，这一扇门的形状也熟悉吧？这一扇就是你刚刚说送的那一个精华、哎。这一扇其实是我们的人参霜的样子。人参霜，嗯、哎，来，再一次我们来开启我们第二个。要妈咪妈咪哄吗？咒语。妈咪妈咪哄。Ginsenomics。Ginsenomics。呀，哇哦！天哪，这是个。这是个镜。这是个魔镜哎！哇哦！你猜得到我们第二关要干嘛吗？嗯，第二关是要干嘛呢？哎，那我们回到座位上，告诉你第二关要干什么。拿了个镜子，难道是现场卸妆？现场卸妆，这个玩的有点大。现场涂抹吗？首先我来考一下 Kiki 哈。嗯。现在拿起镜子。嗯嗯嗯。在镜子里边看到了些什么？看到了，要说实话吗？要说实话呀，因为这是我们的考验呀。魔镜，魔镜，世界上谁是最美丽的人？没错，就是看到了美丽的 Kiki 的自己。嗯嗯啊，其实我们经常唱歌是、嗯"我怎么那么好看"。哦，我怎么这么好看？对，其实 Kiki。坊间有个昵称哈，叫做鲜奶小狐狸，确实我近距离看、嗯、Kiki 的肤质真的是非常非常好，所以第二关嗯我们就来考考 Kiki 一些护肤小妙招。哦，这个我觉得刚才其实 Kiki 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嗯、就我觉得这招蛮厉害的。这招我要回去好好的学起来，就是拉发际线这种中二的方式还是蛮厉害的哈。经常就是有人以为我在拉假发，我说把我假发往上拉拉。那平时其实也会在社交平台跟大家分享一些自己的美容护肤的小偏方，对吧？嗯，就是想要去分享，嗯，还没来得及吧？还没来得及。那今天现场我们第二个考验、嗯、就是现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 Kiki 对于我们时光瓶已经非常了解了。嗯 嗯，那在平常使用时光瓶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小 tips 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嗯，使用时光瓶我。一般都是洗完脸，然后第一步先涂水光瓶，然后挤，如果干性皮肤的话先挤2-3泵、嗯、油性皮肤的话可能挤1泵。嗯，那睡前我会涂很多，然后就直接就涂完就去睡了。
啊、嗯，所以其实 Kiki 在护肤的时候还蛮讲究这个精华给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营养物质的吸收的。嗯，对，这有个名字叫满汉全席、嗯。满汉全席怎么说？就是一定要把营养都吃进来。对对对，因为第一步先涂时光瓶，就是最营养的，先弄到基底层。嗯，然后之后就是一次性给他吃饱了。嗯，所以 Kiki 这个护肤我觉得还是蛮厉害，就满汉全席式的护肤方法，就是把所有的营养啊，包括我们像我们时光瓶里边的这个整人参，对，整颗人参的这样的精髓物质能够吸进我们的皮肤里边，然后做到一个非常丰富的滋养的疗程。我觉得好，我也学起来了。那听说 Kiki 时光瓶除了用来护肤，好像还有一些特别的用法能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好像等一下呀，在刚才那个采访的时候，之前我们讨论一下，好像在上妆之前你也会利用时光瓶做些小动作。啊哈，就是先涂了时光瓶之后，然后呢，还有一种叫三明治护肤法。三明治护肤法怎么说呢？就是一层压一层嘛，就是我们先涂了时光瓶，然后在上底妆之后。然后还会用那个海绵蛋再蘸一点精华，再蘸一点时光瓶精华，对，再在比较比如说眼部的那个容易起皱纹的地方，再压一压，就是这样子，法令纹这里也压一压，就是所有我们这些有纹路啊，像眼角啊、川字纹啊这些有可能会卡粉，可能会起皮的地方，再用我们的时光瓶压一压，对，然后就会觉得妆容很服帖，然后再用散粉或者粉饼再压一压。就是我们的时光瓶除了护肤之外，其实对于妆后的效果也非常的重要啊。这一招谁教你的？哎，这一招是刚刚对台本的时候学花秀的那个工作人员现场给我示范一下，然后我就哇好不错，我待会要分享。厉害厉害，我觉得这一招就是大家可以在家试验一下，我相信 Kiki 之后在之后的工作活动当中，我觉得也可以去试验一下，因为我知道最近好像录团综还蛮累的。对，录团综的话经常会熬夜，而且会很晚结束嘛，而且带妆时间又挺久的，一直是那种聚光灯照着，所以容易泛油，所以也是可以用这种方式。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在疲累的时候希望上妆得到一个完美的妆容的话，赶紧听取 Kiki 刚才给大家分享这个叫三明治护肤法，对吧？对，一层我们的时光瓶，然后上完底妆之后再在容易卡粉或者起干纹的地方再用海绵蛋稍微沾一点时光瓶，然后沾在我们的这个容易卡粉的地方，完美妆容。对，因为有的时候脸容易垮掉，时光瓶它有那种弹的功效，就可以把你的脸给蓬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一关我自己觉得 Kiki 算是过关了。那这一关大家觉得 Kiki 过关了吧？大家可以在屏幕上打一下啊，大家觉得 Kiki 过关，因为如果过关了我们就可以送下一轮的礼物了，如果没有过关这轮礼物就没了。哇，我都把满汉全席三明治这种那个那么好理解的名字都已经给你们取出来了。人家都说了过关了，OK， 过关了我们就送好吧，谢谢，过关了我们就送。那请大家在我们的这个公屏上打出来雪花秀人参护肤，好吧，打出来雪花秀人参护肤，雪花秀人参护肤，这是七个字啊，不要打错哈。那这一轮我们会送上人参四件套礼盒，就刚才说到的人参四件套礼盒之外，这是第一位哈。第二位我们会送上雪域眼霜，这一次的奖比刚才两轮都大，所以如果你刚刚走进直播间赶紧点起我们直播间的关注，第一位会送上我们人参四件套，那第二位会送上我们的这个雪域的眼霜，大家赶紧打起来哈，雪花秀人参护肤，雪花秀人参护肤。那同时其他的在我们屏幕上的宝宝们会送上雪花秀的滋盈人参焕颜霜的8毫升的体验装啊，所有其他只要出现在这个屏幕上宝宝，我们都会送上焕颜精华露的8毫升的体验装。那接下来还是5、4、3、2、1好吧？好，5、4、3，也来了个电话。来了个电话，哎，我们在。哇，我们好无情的挂掉了。我们好无情的挂掉了。因为我们在工作，我们是打工人。我们再切一下直播间的画面，给大家再有点时间哈。雪花秀人参护肤，再给大家点时间。我看到就是现场的工作人员也在打这几个字。哎，我经纪人呢，帮我也打一下。大家可以再抢一下。好，来。好，5、4、3、2、1。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哈，第一位是哇，第一位应该是一个新加入的用户，他叫做用户尾号是0577，他得到了我们的人参四件套这个最大的礼盒。
好，那第二位呢叫做小布布加，小布布加得到的是我们的雪域眼霜。那接下来 K 宝家的小蚊子万泰万泰，以及我是许佳琪的朋友，我是许佳琪的朋友，柠檬今天是酸的嘛，我们都会得到我们精华露八毫升的体验装，也请所有抽中的大家在屏幕上扣个一，这它原名是这个啦， 对，所以是朋友，是朋友。好，把我们的手机还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好，那刚刚这两轮我觉得是给大家的粉丝放送出了非常多的福利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连线我们天猫美妆洗护官方台的颜控猫小美了，因为要跟大家透过不同的直播间交流一下 Kiki 的盛世美颜。哇哦，猫小美。那接下来我们也等我们的工作人员帮我们接通一下猫小美现在的直播连线。来了哦，哇，好开心啊，有个直播连线。好的，来，电话给您。他们听得到吗？哦，在那边。Hello。Hello。Hello， 你好。Hello， 是猫小美吗？猫小美，对，是猫小美。哎，那 Kiki 来跟我们的这个天猫美妆洗护官方台的颜控猫小美来打个招呼吧。Hello， 猫小美和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奈的 Kiki 许佳琪，也是我们雪花秀的品牌大使。好的好的 ，Kiki 你好，这里是天猫美妆洗护官方台颜控猫小美的直播间，我是 Vivi， 你好。Hello， 妮妮你好。好，就是我知道，因为我们 Kiki 是我们雪花秀的品牌大使，然后我很想就是了解一下，就是 Kiki 因为是一个种草达人嘛，我知道，所以就是能为我们介绍一款你特别自己喜欢的一款护肤品吗？对我来说还挺难的，因为雪花秀的产品我都喜欢，如果真的只能选，有没有是特别喜欢我们雪花秀，比如说哪一款产品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那我个人都是用一整套的。因为我觉得一整套吗？对，比如我们人参的系列，就是时光瓶的精华和人参焕颜的修护搭配使用的话，可能会更加的一加一大于二的那个效果。哦，是你手上的那一套对不对？对对对对对。来，我帮 Kiki 打开。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一套，沾沾。哦，我觉得有些护肤对，有些护肤品的成分叠加可能会对皮肤产生更多的刺激，所以要了解清楚。而且水乳啊，还有霜这种精华的搭配的话，就是会让我感觉更加的有安心感，都是人生的。哦，这一套我觉得真的很精美，因为这一套在我们的直播间没有，我直播间是有这样一套，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直播间有这样一套。对对对，但是我们没有到那一套，然后那一套呢也有今天上在我们颜控猫小美的直播间里面，是刚刚 Kiki 给我们介绍这一套呢，是在我们的一号链接里面有到我们这样一套。好，然后我这边都在夸 Kiki 真好看，这边满屏都在夸你。谢谢。好，那么我还想问一下，为什么 Kiki 那么喜欢我们的这一款人参系列的呢？因为人参霜和精华系列里面有真饮人参萃取的凝露，还有整颗人参的原液精粹，还可以滋润我们的皮肤，改善粗糙，还有干纹跟细纹，可以让你砰砰砰。Kiki 对我们雪花秀真的是非常了解，因为刚才 Kiki 提到的这一个真饮人参萃取凝露，其实是我们雪花秀的一个独家技术，就只有我们有。那人参跟水其实也是通过了冷凝蒸馏，这整个人参，就刚才我们谈到了，就是没有人参粉，都是整个人参萃取，最大程度的保留了精华成分，所以我们所有的人参系列采用的都是整根人参，能够把里面的所有的营养元素和对我们皮肤有益的这些活性物质，通过天然的萃取工艺啊，真空烘干并且冷凝进入到我们的人参霜还有我们的时光瓶当中，所以赋予我们肌肤的弹力，非常好的为我们的肌肤加能量。好的，那么我刚刚听了我们 Kiki 跟我们主持人的一个介绍之后呢，我也对我们的这款产品有了更加深入的一个了解。再次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雪花秀的产品上在了颜控猫小美直播间的一号链接、二号链接还有三号链接里面，然后也是给到大家了一些特殊的我们的优惠福利。然后另外呢，一定要跟大家来说一下，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双方的直播间，因为等一等呢 ，Kiki 会给大家带来我们的一份福利，直接送到给大家。哦，我们这边直播间还会送给你们直播间一些奖品是吗？哇哦，对的对的。哦，好的好的，是有给我们准备礼物。当
然有了，当然有了。有、嗯、反正我们来了嘛，我们必须带着礼物一起来。对，带礼物来，对不对？然后这边满屏全部都是在夸 Kiki，都在说 Kiki 又有气质又漂亮。那既然这样，我要送的更多一点。话不能乱说，话不能乱说，这是人家家的。那既然这样，我就送大家雪域眼霜和我们的人参精华八毫升。好，所以我们还是送的，就是我们送雪域眼霜正装，然后同时还送人参精华八毫升，找一眼猫，现在没怎么样。哦，我觉得这一点福利已经够了，真的是 Kiki 非常的大方，然后也非常感谢我们的雪花秀给我们带来的这一个福利。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呢是必须要刷屏的啊，一定要刷屏。然后我们这个呢是一定要关注一下，诶 ，Kiki 在对面看到没有？已经在我们的雪花秀的直播间里面等到你们了。然后呢，一定要去关注一下我们的雪花秀的直播间，然后也要关注一下我们颜控猫小美的直播间，一定要点击一个双方的关注，然后来到我们颜控猫小美的直播间来进行这个抽奖。我会让我们的 Kiki 来给大家进行一个倒数。嗯，猫小妹，我们说好好了吧，我们就抽五位，第一位我们送雪域眼霜，后面四位我们送我们的人参精华八毫升的小样，我们抽五位好不好？好，然后呢我要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刷屏的口号是雪花秀猫小美，雪花秀猫小美，因为我看到很多的我们的粉丝可能之前刷的是我们的一个雪花秀里面的口号，对不对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一定要现在刷的是我们雪花秀猫小美，然后 Kiki 呢就会把我们的这一份福利带来给大家。我猜大家刷的是 Kiki 真美。是，我觉得其实这个口号也可以，对不对？因为我这边已经口号这边有定，然后呢如果说要 Kiki 真美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我直播间里面所有粉丝的一个心声。因为我刚刚在跟 Kiki 连麦期间，我直播间里面就满屏就说真的太美了，真的太有气质了，真的太好看了，就满屏全部都是夸奖。因为我用了雪花秀。非常称职的这个代言人，实力满分，品牌大使实力满分。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刷屏了，大家记得是在颜控猫小美的直播间里面刷屏哦，一定要点击进来到我们这边来进行一个刷屏。然后呢现在我们切一下后台啊，我们切一下后台，然后我会跟 Kiki 一起来倒数，因为这样我们后台小哥哥能听到声音。为什么胜利和什么什么东西。好，那我要54321了吗？啊，我来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第一位，如果是中奖的话，第一位的粉丝我们是送到我们的正装的眼霜一瓶，然后后面的我们另外四位呢是收到我们的人参精华露八毫升的，一共四位。好，那么现在我们邀请 Kiki 来把这份福利送到给粉丝们。好，5 4 3 2 2 1。好，我来看一下哦，我们有没有关注？都关注了，对不对？好，第一位是我们的豪翔，你也在啊。然后第二位是我们的怪我喽0530，第三位是我们的加菲猫7613，然后第四位是我们的 TB91570721，然后最后一位是我们的忐忑不安。然后我来跟大家说一下，等一等这个截图，最上面的那一位粉丝，你获得的是眼霜。就是好想你啊，对不对？好，来，一共五位哦，一共五位，截一下图哦，截一下图。然后记得中奖的大家来找我们的客服领，来找雪花秀直播间的客服来领你们的奖品，记得带着猫小美这个截图的证明来到我们这一个直播间来领取你的礼物。好，再次感谢我们雪花秀直播间的主持人还有 Kiki， 谢谢你们。那我们的连麦就要到这里结束咯，非常感谢你们给我们粉丝送出的福利。好，谢谢猫小美，谢谢，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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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湖再见了，江湖再见。我觉得刚才如果没在这一瓶抽到奖品的大家也不要着急哈，因为刚才抽的是别人家直播间的礼物，接下来我们直播间依旧会有非常多的礼物准备了给大家送出来，所以千万锁定我们的直播间，也千万记得点击我们上面的关注。刚才说过了，如果你没有关注我们的直播间，抽到礼物也不能算是你的，所以赶紧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同时千万不要走开。那其实刚才 Kiki 给大家推荐了这个我们的人参套组哈，其实是我们的时光瓶，然后在里面还有人参霜，那这样的一个套组今天也就在我们的31号链接，喜欢的宝宝记得去领我们的优惠券，只要1080元就可以把人参两件套带回家，而且可以享受和 Kiki 同款的
人生护肤体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而且这一个是我们双十一的定制礼盒，是只有在我们双十一的时间才会出现的这样一个定制礼盒。那下单还会赠送时光瓶的精华5毫升乘以6个，这个不在这个盒子里面哈，有5630，算是接近一个正装的精华了哦。那不在这个盒里面，但我们会随单附送的。那另外有人参水的30毫升，人参乳的30毫升，还有我们的雨润面膜的50毫升啊，2个，以及还有再不在这个盒子里面，还会再有一个雨润面膜的30毫升。哦，我好心动啊！所以这一大盒只要1080。大家记得在下单的时候去领我们760元的优惠券。大家可以看到，所有我们的这个所有明星产品啊都在了哈，我们的时光瓶、人参霜、水乳，还有雨润面膜，包括我们除此之外还会送大家相当于一个正装量的时光瓶，以及再额外有一个30毫升的雨润面膜，而且记得备注我们直播专属，还会有一些神秘的礼物送给大家，所以千万记得在下单的时候备注直播专属。那大家也都知道，其实我们这一个系列当中的时光瓶啊，就我手里这一瓶，是在我们8月刚刚新升级过的。那 Kiki 对它我觉得相当熟悉了，我都用过2瓶了，已经用过2瓶了，用得非常好。那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它最主要很大的功效就是对于我们这种25了，然后要开始初抗老的女性来说，就是因为大家应该看不出 Kiki 是在这个年纪，大家在屏幕上帮我们找了一下 Kiki 是不是真的非常漂亮非常年轻是不是马上出现了中二的手势出来对，然后这样的话有的时候我们熬夜啊什么又皮肤又会变黄而且还会垮掉，所以经常要用它的话就还可以让我们返老还童一下。因为它里面的时光瓶的那个有个精华的 Genomics 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没错， Genomics 其实是我们雪花秀的一个独家科技哈，它历时了将近50年的研发，从30多种就各种人参的美肤皂苷当中，将近30多种层层的筛选，层层萃取，然后才出现了我们刚才说到的6000倍。高浓度高活性的这样的一个人参精髓，那这就是我们的 Genomics， 也是我们雪花秀的一个独家专利。而且它能够确实啊，我们经过了实验室的证明，可以提高我们肌肤的内生力，从根源去解决我们的老化问题。所以真的是一个大家必备的。而且呢，时光瓶利用的一个活能渗透技术，可以达到一个分层抗老，由表及里。它不只是作用于你肌肤的表面，它是从肌肤的底层，从根源解决你的老化问题。所以层层新生，让我们的肌肤从内而外的年轻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一瓶真的是非常的厉害。那刚刚说的，我觉得大家可能学术性词汇多了一点。对，其实最简单就像是一个房子嘛，你地基要打好。这样子呢才能造得越高。就像我们脸垮掉了，你用了它就是才能更加的青春。哎 ，Kiki 这个形象说得非常好，就像我们造房子一样，你不能就是修房子的时候只修表面。对呀、地基啊横梁啊这些一定要从里及表的慢慢的把它修整出来，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一瓶时光瓶能够帮大家在肌肤上做出来的改善了。那也给大家试用一下，其实我们这一瓶时光瓶的精华呢跟一般的精华不太一样，首先它是一个乳白色的质地，而且抹开之后会有一些白色的小微珠。不灵，这些其实就是微囊包裹的我们的 Genomics。所以它是能够被你肉眼看到的我们这一些6000倍的能量。有一股好香的人参味。这也是我们说整株能参整株人参萃取为什么能量这么高，就是因为它从色香味一形，它全方位的让你感受到我们人参带来的非常强大的抗老修复力。那今天其实我们这一个时光瓶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非常特别的链接，在我们今天的1号链接，大家现在就可以去拍，因为这一次非常超值，因为我们拍一个30毫升，我们会送4个8毫升的时光瓶。4/8是多少？哇，就等于再送一瓶，而且还多2毫升，还多2毫升。对，另外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再送人参的参宁水，还有焕颜乳各15毫升，以及还有我们的人参霜10毫升。天哪！是我数学没有算错还是什么，就是买一送二的感觉，就买一送了很多好多好多。平时你单买这一瓶时光瓶880块钱，今天在我们直播间1号链接只要760块钱，不止你可以得到买一赠一瓶正装的量，同时还可以得到我们的人参水乳包括人参霜。另外
然后一直提醒大家，就是备注我们直播专属，一定要在你下单的时候备注直播专属，我们还会再额外送你8毫升的人参精华，好吧？我觉得这是超值，这在我们今天的一号链接，大家如果看中了，我觉得就赶紧下单。我经纪人要加那个直播专属啊，不能光下单啊，直播专属还有再8毫升的人参精华会送给大家。嗯，那其实我说呢，就是精华产品好是一方面，另外其实平时使用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注意一些手法，比如说刚才我就学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手法。是，刚才这个手法除了这个呢另外其实跟 Kitty 分享一下，平时在使用我们的这一个时光瓶的时候，还是有一些比较独特的使用手法，因为我们时光瓶可以修护我们的老化痕迹嘛。那最常出现老化痕迹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川字纹啊，包括我们抬头纹，包括我们眼角还有松弛的地方，所以我们用时光瓶的时候，除了涂抹全脸之外，第一步其实可以从我们的额头向上提拉，摆脱我们这些川字纹还有抬头纹。那另外呢，觉得脸颊会有些松弛的问题，那我们就向上提拉之后，从耳际再拉到我们的淋巴处，让它增进一下循环，同时有一个向上提拉的动作。小 V 脸，记得从我们的3八线这里，就是最常出现我们这些法令纹的地方，向上提拉到我们的太阳穴，然后再拉到我们的淋巴这里。那这样的一个，哇，大家刚才我觉得应该录屏了对吧，刚才已经录屏了，刚才这件事情大家可以回去再慢慢看啊。那记得在按摩之前一定是在全脸使用我们精华之后，再做这样的按摩，可以让我们整个全脸感受到时光瓶的这样满满的修护力。镜子有点爱不释手，对，镜子有点他有自己的想法。那平时其实大家在使用时光瓶的时候，不知道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在公屏上再询问一下我们哈，包括询问一下 Kiki。 我看大家在打这个雪花秀炸麦了，大家已经迫不及待了，那 Kiki 平时其实在使用我们雪花秀其他产品的时候，还有什么小 tips 跟大家分享一下吗？还有什么小 tips 呢？除了刚才的满汉全洗法，还有三明治的上妆方法。那平常比如说工作劳累的时候，会不会敷一敷面膜？对，经常会敷，就是也会敷我们的鱼润面膜，还有包括我们的人参面膜啊。所以面膜我觉得也是 Kiki 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的护肤的小方法，就是除了用我们的这个时光瓶，还有包括人参霜和人参精华，在面膜的使用上也要多多的来去注意一下。那今天其实 Kiki 给大家分享了非常多的好物哈，那我觉得也可以给大家再送一波奖品了。又是时候了，又是时候了是吧？因为我觉得大家对于我们的全套产品已经非常熟悉了，也已经跃跃欲试了。那接下来我们再一次抽奖了，我觉得就这几个字吧，因为大家已经在公屏上都打出来了，雪花秀大满，就这几个字好吧，就这几个字。迫不及待了。这一轮我们会送给大家的奖品是什么呢？我们会送给大家第一位送上我们的人参四件套的同时，会送给大家一个签名海报，好吗？送上我们的人参四件套，这是今天全场最大的大礼。我觉得全场最大的大礼应该是这张签名海报。雪花秀签名海报。那同时啊，其他的我们的宝贝们也会这个加入到我们这一个抽奖当中哈。希望大家努力的刷雪花秀大麦，雪花秀大麦，来，我们来刷一刷。我觉得这一份应该是一个蛮大的礼物。Kiki 平常去送签名的机会多吗？我觉得还蛮珍惜的吧。对，太珍惜了，我第一次的签名就是在留在雪花秀了。那今天我们会给大家送一个我们的签名海报之外，还会有这样的一个人参的四件套送给大家。赶紧刷起来。再刷了吗？再刷了。那接下来我们请工作人员拿上手机。It's my show time！ 啊，好激动哦！你们准备好了吗？好了吧，我要倒数喽。好了，5、4、3、2、1。好，这一位幸运的宝宝，他叫这个名字。我这么单纯，恭喜你！我这么单纯。对，他这么单纯，然后就拿到了今天所有大家最羡慕的这个大奖，有 Kiki 的签名海报，还有四件套。那同时我们还会再为接下来的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再送上我们的礼物。第二位我们会送上人参的四件套，也就是于木木97，恭喜你。
于木木九七。那第三位，淘宝尾号是2724，这位我们会送上一个雪域的正装的眼霜。那同时在我们屏上出现的只要有你名字的，我们会在今天给大家送上我们的人生焕颜精华露的8毫升的体验装。啊，这一轮抽奖真的是蛮大的哈，有哦，这一瓶，对，哦，黑瓶了，来帮我们唤醒一下它。唤醒，用我们的 G3Omax 神奇复活精粹唤醒它。我们把，幸好是黑屏，不是来电。哎，再确认一下。好的，那记得，如果你中奖了，赶紧在我们的屏幕上扣一。那另外再跟大家推荐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一号链接，我觉得非常超值的这一个。760，你可以买到一支人参精华的同时，可以得到一个相当于超过一支妆容量的时光瓶，另外还会送上人参水乳面霜，同时你备注直播专属，还能再得到一个8毫升的精华。我觉得这是今天非常超值的一个链接了，所以推荐大家赶紧在我们的一号链接下单去购买。那另外今天其实 Kiki 好像走到我们直播间，除了准备这些礼物，还带了一些很特别的礼物。Kiki 有一些不知所措是吧？嗯，好像准备了一个现金红包给大家。哦，对对对，我好大方的嘞！谢谢金主爸爸，好大方的嘞！今天 Kiki 给大家准备了一个万元的红包大奖，那接下来的时间也要给大家散出来这个真正的是实实在在的现金大奖给大家了。那我们也看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准备好了没有？好，我们工作人员准备好了之后，那 Kiki 来喊54321，把我们的大红包 Q 出来。54321，好，出来了吗？我们看看屏幕出来没有。哦，真的有，真的有，真的，大家赶紧去点击立即领取，赶紧点击立即领取。是谁领到了1元？我们这里我们这万元红包是分送给很多人的，能抽到1元，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是的，对的，这个万元红包是分送给非常多的粉丝啊，大家也可以试试看自己的手气抽到的是多少。那今天其实这一个小时跟 Kiki 聊了很多关于我们雪花秀的明星产品，还有 Kiki 的一些护肤小妙招、小秘籍。我觉得时光好像有点快哈。对，就像今天我们主题一样，嗯，要起时光宠爱，宠爱，要起时光宠爱。我有点紧张，因为刚才这个嘴瓢了。Kiki 说好像临时要再来加一波，啊，是你说的吗？没有，我以为就是要来个20000元，没有，好像应该是要再来加一波。我再跟工作人员确认一下，是的，我们再来加一波万元红包呢。是的吗？是有点惊讶吗？我也有点惊讶。好，那接下来大家准备好了啊，你的手速一定要准备好。如果上一轮你没有抢到的话，这一轮赶紧把你的手速准备好，我们来准备第二波的万元红包。您喊54321。好，准备好了吗？54321，开始抢啦！快抢！快，我们这里能抢到多少呢？我们这里，我们哇！他又抢到了。我们这位小哥应该手速还蛮快的哈。对，又再来一波。哇哦！哇哦！哇哦！太大方了。今天来我们直播间的宝宝们真的有福啊！除了刚才我们送上了这么多的大礼盒之外，这已经是第几个一万了？这好多，已经数不清了。已经应该是第三个一万了啊！第三个一万了，马上我们的红包雨又要来了，大家准备好。哇哦 ！Kiki 再来哈。好，54321，抢啊！快抢啊！快看我们这里能拿到2块钱吗？能拿到吗？加油加油。哇，我们已经有3元了，这直接就可以。哎，看到很多人都抢到，都看哦，不是最后我要摔倒了。哇哦，看来今天我们这个是成绩不错呀。成绩不错，成绩不错，成绩不错。我们再来最后一波，最后一波，再有10000元的最后一波。好好，54321。哎呀，这怎么回事呢？我们这次没抢到。这次我们的小哥哥手速慢，但我刚才看到有人在前三轮的时候就已经抢到4元了，所以应该是大家看看自己的手气。如果你抽到多少，也记得在公屏上打给我们大家哈。今天算来着了哈。如果一直在我们雪花秀直播间关注的宝宝们，今天 Kiki 真的是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的好礼、好物，还有好红包。那最后的最后，也请 Kiki 给我们直播间的宝宝们送上一些你的祝福吧。好，希望我们所有的女生呢也懂得宠爱自己，
时光可以也摁，你能剪掉？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这没的。好的，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女生可以懂得宠爱自己，方能被时光所宠爱。不要被年龄的枷锁捆绑，尊重我们的内心，大胆的去冒险吧。只要你想做，就没有什么做不成功的。想做什么做什么。果然是看了我们的团综。对，那也谢谢 Kiki 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你。谢谢好，那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来，请您稍事休息。好的，那我要走了。好的，拜拜。大家记得留一下 Kiki 啊，留下我啊，留下我，谢谢，我又来了。好，拜拜。好，那也期待大家在下一次雪花秀的天猫直播间呢，在等待我们 Kiki。